好，我是爱吉娜。今年十一岁，我住在西班牙，地位是在塔拉戈纳。我已经完成了 ICT 1，我真的很喜欢中国人。感谢我的学校，我学会了中文，这就是我的学校，大叫 Socrates。有机学校，在我的学校，我学会了多种语言。加泰罗尼亚、西班牙语、英语和韩语。此外，我还学习粤语。在我的家庭中，我们有几个客人。这是我的爸爸，名叫 Hugo。这是我的妈妈，名叫 Mireya。这是我的姐姐，名叫 Aina。还有我，我还有两只网友，名叫 Mini。和名叫 Shelly。 我的学校是高级学校，所以我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。除了我在学校结交的朋友外，我还结交了更加体育运动的朋友。再见。